北京时间1月11日，2022亚足联印度女足亚洲杯，中国女足23人名单公布，备受关注的唐佳丽与李颖集体回归。不过，这份名单并没有中国女足的队长吴海燕，以及之前的主力门将彭诗梦，可以说迎来了部分换血。2022年女足亚洲杯一共有12支球队参加，将于1月20日至2月6日在印度举行。这届赛事同时也是女足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，前五名球队获得世界杯资格。因此，这也是中国女足2022年的主要任务之一。中国女足历史上八次获得女足亚洲杯，是获得冠军最多的球队，不过最近一次要追溯到2006年了。本次比赛，中国女足小组赛同印度、伊朗以及中国台北同组。备受关注的大名单方面，唐佳丽与李颖集体回归。唐佳丽之前缺席了东京奥运会，之后选择了留洋，去到了英超热刺女足，她将由英国直接前往印度与球队会合。李颖在贾秀全执教后期已被弃用，但在联赛出色表现后又回到了国家队。水庆霞率领的新一届中国女足队长吴海燕缺席，球队核心依然是王霜，原主力门将彭诗梦也无缘名单，女神级门将赵丽娜回归。女足名单如下：朱玉、姚伟、王霜、马军、刘烟秋、王小雪、姚林威、李梦文、吴成书、赵丽娜、张欣、肖玉仪、李佳悦、高晨、王延文、王珊珊、张林燕、张瑞、李颖、唐佳丽、